客厅传来碗摔碎的声音。秋阳，你把碗打翻了？你怎么把碗打翻了？是你弄的吗？还是他？还是他？是你弄的吗？是你吗？是你还是小猫咪打翻的？眼神不要闪躲。是你吗？是不是你？这是你摔的第几个碗了？啊，你玩的时候就不能小心点？你玩的时候就不能小心点吗？是你妈妈最喜欢的碗，你把它摔坏了。你只配用不锈钢盘。啊，给你弄这么好看的这些碗，你不配。来，小杨，你就先用小猫咪的碗吧。这碗小了点，比小杨吃的。不对呀，用这个碗吃饭的话，小杨岂不是吃的很少？你是不是故意把你之前那个大碗打坏的？你这个小碗，你要吃两碗，我跟你讲。吃饭，吃饭 ，OK。